雅兴会长期处于三分天下，一个是你们知道的李氏松井上元，一个是阴阳道少主风尘俊，还有一位就是主管药庄的金老板金素梅。没想到24年前欧阳雷云却对我施以千重噬骨之毒。所以您的药不是治您心悸的药？风水博士的命令把虫族后人引到了千重祭坛。好像是祭坛。没错，这就是薛家祭坛。你们老祖宗为什么把祭坛放在这里？天书天水天机天权玉衡瑶光开阳，这是北斗七星。那是侯洛神。这是祭坛的主虫族就生物化了执行天书使的日期。